Yes， 我终于完成啦！我呢首歌曲一定会成为惊世之作啊！喂，兄台，你真系要参加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至得，同埋今年咧回归实体舞台啊！系啦，只要你住喺 BC 省或者系亚省啦，系加拿大嘅公民、永久居民，又或者系啱啱到步嘅新移民咧，我哋都欢迎大家参与嘅。嗯，入围歌曲咧有机会获得环亚音乐采用。而得獎者咧，有豐富獎金等緊你啊！嗱，咁冠軍咧就可以獲得3000蚊獎金啦。另外，最佳演繹獎咧可以獲得1500蚊，仲有我最喜愛歌曲獎咧可以獲得1000蚊。咁而大家有份投票嘅朋友咧，就會自動進入大抽獎，有機會贏到500蚊獎金噶。哇！咁大家真係一定要參與噃。而今年咧亦都係加拿大中文電台啟播30周年啊！咁即係總決賽咧，電台特別邀請咗重量級歌手做特別表演嘉賓啊！冇錯，咁啊總決賽咧就喺8月11日就係 Michael J. Fox Theatre 度舉行嘅，4月18日咧就截止噶啦。咁大家可以上 sq27.am1470.com 咧查詢，咁啊快啲遞交你嘅報名表格啦！喂，兄台，咁難得一遇啦，今日喺度，不如你又首播一下你嘅創作歌曲咧？等你講呢句啊嘛！洗耳恭听啦，好好好，加拿大中文电台耶、yeah! 就真的是惊世之作嚟嘅，不过呢首歌我喺电台日日都听到，都唔系你原创嘅，俾你知道咗添，唔紧要，作过。